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台。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包粉丝挑选机器，下午的三点半阿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的四楼帮一位山东的粉丝挑一台12 Pro 256G 的黑色。这是一台美版无锁的准新机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充电次数也只有7次。可能有很多小伙伴就比较质疑了，这种老款的12系列的机器怎么可能还有准新机？其实档口老板每次到货可不是到货几十上百台，而是上千台，上千台机器，有几十台这种极品的机器还是比较正常的。不过这种极品的机器比正常的二手机是贵了一些，像这台 256G 的准新机，我们在市场是花了2900块拿到，这个价格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入手吗？紧接着这台14 Pro Max 1TB 的紫色是帮湖北的一位粉丝拿到的，这也是一台美版无锁的机器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电池是一个100%的效率，充电是零次的。这台新机我们是花了6800块拿到，然后还有这台小米的 12S Ultra 也是帮这位粉丝拿到的。14 Pro Max 是买给老婆用的，然后这个小米的是买给自己用的。这台小米的成色也是非常好，是一个98新的，电池效率也是一个极佳的状态。这台12+512G 的我们在市场是花了2550拿到，这个价格小伙伴们推荐入手吗？要拿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台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